今天是我们金秋草原行的第二天，行程的安排是先前往红树洼的元宝山，一览众山小，然后进入内蒙赤峰，去化木沟森林公园，最后抵达今天终点热水塘镇。我们驱车开始向元宝山进发，可惜老天不给力。阴沉沉拉终点，还时不时的掉点唾沫星子。六到七级的大风，风口仿佛能把人刮走。原来正是因为风力资源充沛，所以元宝山集中了很多发电风机。虽然看上去颇为壮观，但是整个山梁却显得非常单调。这一段几公里的碎石路，让我们心疼汽车轮胎的同时，也开得格外小心翼翼。终于上了山顶，除了风在张大喉咙的吼叫，也就没有其他啥了。于是我们开始下山，准备走金乌线前往化木沟国家森林公园。也许是这个季节和天气的原因。反正我是不会再来红树洼了，不管风景还是吃住条件都不怎左么前样。方行驶，进入金乌线。哦，金乌线了，看一下有车没有？啊，沿金乌线继续行驶36公里。车一上金乌线，视野开始变得开阔。我甚至觉得那点微弱的阳光洒在两侧的山梁上，都呈现出一层薄薄的金色的光芒，让人心旷神怡起来。驱车沿山路不停往上行驶，这里全是胳膊肘一样的急弯。终于上到一个叫弯道梁驿站的地方，下了车，回看来时的路，脑海里熟悉的旋律开始响起。背影已远走，再回首，泪眼朦离开弯道梁驿站，继续朝化木沟林场进发。天下起了小雨，一路无话。终于到了化木沟，去买了2张门票，40元一个人。进了化木沟，首先前往蛤蟆坝。蛤蟆坝的取名由来没有人能说得清楚，原本是沙漠中的甘泉，后来被建成人工湖，后来。人们觉得蛤蟆坝名字不够高大上，配不上这里的风景，就改名为金蟾湖。这里多丘陵山地，地貌独特，秋天景色绚丽多彩，是摄影师的天堂。此次来化木沟，我最想看的是马踏水花的表演。那些群马奔腾、水花飞溅的热血场面，让我兴奋不已。沿着山里河一路往下，会来到一个叫天泰勇的村子，这里每天都有马踏水花的表演。于是赶紧赶往天泰勇村，一路上信号全无，很多路段都在修路。不过，这一路上的风景
我真是不负我们这一趟辛劳的奔赴。突然一大段积水路段横在我们面前，面对这些不知深浅的水坑，犹豫了好久，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前行，打道回府。这里就不得不吐槽浣木沟景区的管理，既然景区门票包括了马踏水花表演，也做出了相应承诺，就应该保证游客能顺利地到达表演地，而不是这么不问不顾不负责任。天又开始下雨，越下越大，我们沿金山线在雨中一路狂奔，终于雨停了，时不时透出点微微的阳光，而金山线时不时出现的美景惊艳我的眼睛，激动我踩着油门一路向前。就这么一路走着，终于到了金鹏镇。这是一个有着户籍人口20000多人的繁华小镇。开了一天车的我疲惫不堪，绝对今天不去热水塘了，就在金鹏镇吃住休整，这样今天就可以减少30多公里的路程。停好车，吃好饭，办好入住，第二天的草原寻秋之旅就算结束了。明天再见，拜拜。